这个女人真是太惨了，先是被人欺骗了感情，被骗练习了十几套广播体操后，又被两个小混混盯上，清白不保就不说了。随后还为此丢了小命，所幸金莲有个好丈夫，愿意付出一切为她报仇。金莲重新复活后，直接找上了两个混混。保罗不停地从嘴里吐出蚯蚓，差一点就被噎死了。彼得明明吃的椰子，却眨眼间就变成了脑花。西门也在拿酒时看到金莲在对他笑，吓得他赶紧赶紧盖子，可再次掀开时，里面却变成了酒。 晚上睡觉时，金莲附身西门的老婆阿玉，在巫师术法的作用下，拿起床头的大火柴，一连戳了十几下，西门的惨叫声瞬间响彻云霄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将成为肛肠科的超级 VIP。第二天，他请来的道士，可道士一番操作后，阿玉却纹丝不动。随后，他拿来一枚鸡蛋，在阿玉身上滚了几圈，再打开鸡蛋时，鸡蛋已经发黑发臭了。道士看到这一幕，钱都没要就离开了。两个混混也找到神婆，神婆立马给他们算了一卦。可看了卦象后，神婆说女鬼怨气冲天。 只能先把他召唤出来，慢慢化解这段恩怨。可金莲只想着报仇，因此一把掀翻了神婆的屋顶，吓得神婆赶紧赶人，说自己不接这单生意。随后，金莲找上了保罗，附身在他姐姐的身上，把人逼到了天台上，在保罗惊恐的目光中，一把把人推下了楼。在巫师法力的加持下，金莲又找到了彼得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他直接抽出了彼得的脊梁，带着他回了家。两人愉快的做起了瑜伽。很快，金莲就怀孕了。而西门知道混混惨死的消息后，花重金又请了个厉害的道士。 这个倒是确实有本事，一场法术做下来，金莲差点被他超度了。巫师为了保险起见，当场就施法把魔胎转移到了阿玉的肚子里。巫师发现金莲没反应，就以为自己成功了。而阿玉很快就怀孕了，西门对此非常高兴。为了让魔胎尽快出世，大郎开始用血滋养金莲。在他不要命的付出下，魔胎生长速度快的惊人。而正在打牌的阿玉突然感觉肚子一阵剧痛，当医生为他检查时，魔胎突然破肚而出，吓得众人惊慌逃窜。但凡跟西门关系密切的。 都被他无差别攻击了。当一脸猛的西门进来后，马上就受到了魔胎的重点照顾。很快，西门就领了盒饭。影片也到此结束。